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灵参与弥撒圣祭，信赖天主的慈爱，祈求他的宽恕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生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为治愈人心灵的创伤，吩咐我们克己修身，求你帮助我们避免一切罪过，并使我们全心全力履行你仁爱的诫命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唯一天主，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达尼尔先知书。上主，伟大而可畏的天主，你对那些爱你并遵守你诫命的人必守约施恩。我们犯罪作恶，我们违背并离弃了你的诫命和法令，我们没有听从你的仆人先知们奉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、官长、祖先和全国人民所说的话。上主，正义归于你，满面羞惭归于我们，如同今天归于犹大人民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以及所有不忠于你而被你驱逐到远近各地的以色列人一样。上主，满面羞惭归于我们，归于我们的君王、官长和祖先，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你。然而慈悲和宽宥应归于我们的天主上主，因为我们实在都背叛了他，没有听从我们的天主上主的劝告，也没有遵行他借他的仆人先知们向我们所颁布的法律。天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，求你不要按我们的罪来对待我们。上主，求你不要按我们的罪来对待我们。求你不要向我们追讨祖先的罪债。求你素来对我们表示慈爱，因为我们贫困无所依赖。上主，求你不要按我们的罪过对待我们。天主，我们的救主，为了你的光荣，求你协助我们。上主，为了你的圣名，求你宽赦我们的罪过。上主，求你不要按我们的罪过对待我们。愿你俯听囚徒的呼救，愿你以大能释放死囚。我们是你的子民，你牧场的羊群，我们要赞颂你，传扬你，万事无穷。上主，请你不要按我们的罪过对待我们。基督，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。基督，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。主，你的话就是神，就是生命，你有永生的话。基督，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向门徒们说，你们应当慈悲，如同你们的父那样慈悲。你们不要判断，你们也就不受判断；不要定罪，也就不被定罪。你们要赦免，也就蒙赦免。你们给，也就给你们，
并且还要用好的连鞍带摇，以致外衣的升斗倒在你们的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，也用什么升斗量给你们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各位兄弟姐妹，作为基督的门徒，基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像父一样，怀有天父的慈悲的胸怀。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宽仁和慈悲的，我们都是他的子女，他以慈父的胸怀去关怀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，也不追究我们的罪过，只要我们肯谦卑地能够承认我们的罪过，必得到天主的宽恕。所以耶稣邀请我们能够怀有天父的这种胸怀对待我们周围的人，他邀请我们不要只是看自己好自己对，而要能够顾及别人。所以不要轻易的去判断，去度量别人，给别人定罪。他要求我们对别人能够宽仁慷慨，用非常慈悲的心，像天父一样的对待我们周围的人。如果我们凡事只想自己好自己对，包括在家里的生活，夫妻之间，父母子女之间，兄弟姐妹之间，同事之间，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太过自我，强调自己的所谓正确性，然后去判断别人，诋毁别人，很多时候就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纷争和不和，甚至于带来比如说家庭成员之间的摩擦，结果造成家庭生活的非常的不愉快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聆听主的训诲，看看我们在人际关系上，特别在和我们的亲人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上，我们如何更好地去宽容善待他们，能够以同理心同情心去对待他们，这样子我们的人际关系必然会更好，必能够更好地蒙天主的祝福。上主，万里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上主，万里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料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望上主从你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请你福音我们的祈祷，使我们摆脱城市的诱惑，专入天上的事，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，因为你借着我们的主基督，将我们刻苦斋戒、清心寡欲、培德养性而获得赏报。尊威的天主，天使和天上诸圣
借着基督赞美你、听从你、敬畏你，求你恩主我们也和他们一起谦恭地同声赞颂。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感谢了，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信德的奥基，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死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十一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祭文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，使得你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、我们的无主教和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怀念复活的希望和安息的兄弟姐妹，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想见你生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怜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征荣父玛利亚、他的敬佩圣若瑟、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、血同基督、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，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请你大发慈悲，使我们脱免罪过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，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祝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的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
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居家的信友们，你们先看，现在可以神领圣体，迎接主耶稣到你们的生命当中。基督圣体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，上主，请你借圣体圣事消除我们的罪过，并使我们预尝天国的福乐，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降福你们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弥撒礼成，传福音去，感谢天主，谢谢大家。